101号跟18同时进来。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是118，这101，好，同时进来要很小心的、啊。旅客下来之后满过来之后，可能被118给撞到，刚能失援。好，所以我现在顾这个窄巷子啊。先看这个停车点差不多都 OK 的，来顾这边，这边更危险。好，如果旅客慢慢过来就危险了，这边也是啊。你要顾后面，顾不了前面的。我们伟大的台铁建设啦，哦，让这么窄，让旅客冒风险啦，这是警戒线啦，警戒线过去就是那个啦，然后那个旅客白目的一道出来的啦。看是不是刚那个一股关门清车，哎，走，哎，